喜欢我们的饭店吗？喜欢。我们的饭店超强的，你知道我们这些下午茶免费的，然后它还有调酒跟软性饮料，只是我们的酒还没有到。我们到码头夜市了，烤猪颈肉在这边，然后还有咸蛋青木瓜沙拉，它一道才100上下泰铢。现在它的泰式酱，就是炸鸡，没有什么特别的评价。今天店好像有名的东西就是它的泡面料理。点海鲜什么？海鲜汤泡面吗？章鱼。饭店的早餐，然后这饭店还蛮酷的，就是它有现做那个香蕉煎饼，我觉得还蛮厉害的，因为好像来泰国一定要吃香蕉煎饼。瓜瓜，节瓜，节瓜，还不错。干嘛拿？这是什么？蒜头吗？对啊，节瓜。为什么你的鼻音也这么重啊？你被我传染感冒吗？而且他们这边还蛮酷的，这边买东西是要用储值卡去买，然后我们刚刚除了100块，我觉得绰绰有余，好像里面还有73。
当中。我们现在在暹罗天使剧场，然后我们刚刚吃饱他的那个自助餐，我们现在在游园。夜游吗？对，你看那个真的还是大楼，其实是大楼。其实我有点想去看表演。我们准备要去看秀了。哎，我妈很喜欢不在状况内，妈妈。我们准备要去看秀了，然后因为他这个秀呢是不能摄影的，所以呢，我之后再跟你们分享心得。但我目前心得是还蛮好的，因为他们连场外的表演都很好看，对吗？你觉得？对，我妈很不受控，算了，拜拜。因为我们今天晚餐太早吃了，所以刚刚看完秀之后，我肚子十分的饿，我就去买了麦当劳。然后我的宵夜，我点了类似劲辣鸡腿堡的东西的套餐，然后这套餐109，就是也是一样配薯条跟可乐，薯条应该也是一样，嗯，一样，薯条是一样的。然后它的汉堡，它炸鸡颜色都看起来比较红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嗯，我就差不多，好吧，没关系。嗯，如果有人在泰国吃过麦当劳，吃到什么特别不一样的东西的话，欢迎留言给我。我觉得这个汉堡跟台湾劲辣鸡腿堡吃起来的味道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嗯。找到了一间餐厅，然后因为他这边也有提供那个图片，可以看图片点。然后我妈她想吃鱼，我就点了鱼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就看到对鱼，你一面这样子，不要拍，你拍我脸就好了。然后跟香肠，哦，怕香肠，它吃起来比较松哦，吃起来比较松，然后。我们香肠是配大蒜，它是配姜，还蛮特别的。来泰国就是每天都要吃凉拌青鱼。我们要来按摩了，我妈来泰国等了一辈子的按摩终于到了。你不是就是打算来泰国疯狂按摩跟吃榴莲吗？我现在完成了一个心愿的，吃榴莲还没完成，但因为我不知道，我以为在泰国走在路上到处都是榴莲，但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是芒果跟香蕉，但是我没有看到榴莲哎，所以你们来泰国不要抱持着一个路上都是榴莲的心态，我们目前都没有看到榴莲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去体验。玩摩去逛超市，然后买了山竹汁，可是我觉得它苦苦的耶。山竹版就是这个味道吗？我们现在来到一间超有名的店，叫 Mango Tango， 然后现在在曼谷好像非常流行吃这个芒果糯米饭，那我要先吃一口它的糯米看看。看为什么它会那么有名？它糯米好黏哦，不用，因为我是芒果糯米加椰奶，然后那个米其实它有点咸咸甜甜的，因为那个椰奶有点咸，是椰子味。
然后糯米，我吃看看芒果，应该要一起吃哦。芒果很甜，但其实一走进这间店都是充满了芒果味。然后这个是我不知道我点的什么东西，看图片点的，因为他们这边是要先点，点完结账店员才会带位。然后我已经确定我要芒果糯米饭之后，他就站在我面前，然后让我很紧张，所以我就随便点了一个这个东西，喝喝看。芒果冰沙，上面白白的东西喝不太出来，应该也是椰奶之类的，还蛮好喝的，绵密。